全红婵最新的时尚活动拍摄片段被曝光，16岁的中国跳水奥运冠军面对镜头露出灿烂笑容，罕见秀出腹肌，展现了自己另外的一面。全红婵虽然是全网走红的奥运冠军，但因为年龄小，加上非常纯真，几乎每一次出镜都是作为中国跳水队的一员亮相，很少有人看到脱掉战袍后的样子。这一次全红婵展现的是自己的时尚感，只见她参与某时尚活动拍摄的时候，穿着运动背心，展现自己的好身材，腹部肌肉线条明显，是运动员的标准身材，还是很瘦很小只。但是想想这是一位在10米跳台有魔力的小女孩，着实为她竖起大拇指。或许未来全红婵也可以多尝试一下时尚圈，随着年龄增长，全红婵可以开启一条新的道路。